我是张慧文，一个演员，一个爱跳舞的演员。我有空的时候会去趟舞蹈教室大跳一场，出汗的感觉真的特别棒。运动之后记得给身体和肌肤补充水分哦。护肤我喜欢用天然成分，所以我很喜欢 Fresh， 一整瓶里面都是玫瑰花瓣，是玫瑰花香哎，全部都吸收了，皮肤马上变水分了。仿佛整个人都浸在玫瑰花海里。这就是我的